这个是我们家的扣肉，这个是别人家的扣肉，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，在常温都可以保存一年以上。你们敢吃这种扣肉吗？来，今天我现场打开一把我们家的这个扣肉给大家看一下，全部用的都是礼盒碗包装，每天都是现做现发，用的都是家常的调料，冷冻也就只能保存30天。来，给大家可以看一下的，并且我们家的扣肉只有一点点配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的，上面只有一点点梅菜。来，我现场打开一盒，来给大家验一下货。来，见证奇迹了吧？哇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虎皮扣肉。我们家的扣肉一盒是750克，这一盒呢是1000克的，就是我们酒席上面比较常用的一个分量。来，我现场拿几块给大家验一下货啊。来，我又从中间挑几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家的扣肉全部都是用这种5层楼的一个五花腩来给大家制作的，全部都是用精心挑选的五花肉。来，这个我没有挑啊，我也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的，是吧？来，哇！如果你们也想吃到新新鲜鲜现做现卖的扣肉的朋友啊，直接点我头像进我直播间，让我现场吃一块给大家验下货啊！啊，嗯，肥而不腻的广西虎皮扣肉。